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很抱歉打扰您的美梦。我们的飞机预计将于30分钟后抵达南昌。南昌的地面温度为26摄氏度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南昌市是一座保留了中国红色文化最精致记忆的城市，是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自古就有金三江而带五湖之称。它兼柔并济，让南来北往的游子在此栖息。它飞阁流丹，现代与古代建筑在这里完美融合。再次感谢您选择本次班机，愿您畅游在天下英雄城，感受它的红色基因和领袖之气。下次旅途我们再会。